呢个人系一个女仔嚟嘅，出 post 嘅，出 post 人系一个女仔。咁佢喺边度？咁佢喺边度放呢、這个放呢个 post 咧？喺啲玩具 group 嗰度，系、嗯、玩具 group、玩具啊、模型嗰啲 group 嗰度，系啦。一阿慈生话头先嗰张台啊嘛，成翻午餐肉。咁咧，我唔知啊，任生有冇买呢只胶鸡噶啦。OK， 各位师兄，我发现屋企秘密收藏依盒嘢，求价钱。个秘密嘅原因系包咗嘢啊，定系本身嘅色？佢摄咗喺个衣柜入边啊！我知本身佢嗰个盒系咪咁样样噶？唔系，佢因为佢嗰层有层纸，有层纸嘅，有层雪梨纸。OK OK OK， 有层雪梨纸包住咗，佢未剥开嗰块雪梨纸。OK， 所以好多好多时啲靓嘅嘢咧，靓嘅纸盒咧，佢都要保护嗰个嗰个盒嘅，保护个盒，所以有层雪梨纸嘅。系啦，咁啊，佢就发喺屋企发现咗一盒咁样嘅嘢啦，就话希望大家话俾佢听呢盒嘢几多钱。OK， 咁啊，男朋友就唔系你就收收埋咗啲嘢，收埋咗喺衣柜度啦，呢盒嘢咁样，呢盒胶佳格啦吓。唉，其实我就唔知系咪胶佳格嚟嘅，咁我就唔系好识呢只嘢。咁啊 ，Lucky 又俾咗 tips 我啦。好啦，有人就讲啦，奇趣卖299啫，咁样。赠品嚟嘅，七仔排队任攞，好有爱呢啲师兄。好啦，呢、這个冚家产嚟，正扑街嚟嘅，380，快啲去同老公直抽，正扑街嚟啊！喂，有冇为啲兄弟着想过啊？你人哋过海关手捻到嘢，你睇下啲兄弟几捻有爱，奇趣299赠品，七仔排队任攞。跟住就话咩？佢就话380，快啲同老公直抽，系咪贱捻价啊？你嗰、那个第二嗰个都系流地啊，唔可信啊！跟住好啦，唔值钱，放翻低。呢啲嘅写得几好。我记得呢盒嘢咧系某商场嘅赠品嚟嘅啫，系啊，食满200送啊。呢啲写得几好，呢啲 OK， 我信嘅。第二嗰句我唔信，即系七仔排队任取嗰句假得滞。我知道，咁但系都起码有爱啊，班师兄系咪先？我觉得 OK 喎，几好笑喎。嗱呢个捻样正扑街嚟嘅，话个380，仲要鼓励同个老公只抽佢老母啊！真系好啦，同一个人啊，佢老尾 cap 埋头 ，cap 埋肚，佢 cap 埋肚，佢老尾喺精品买头都卜爆佢啦！你个男人嚟嘅，系男人嚟嘅、哦 okay。正扑街，你系咪见到条女靓靓地想？想咩啊？想佢哋闹交，跟住乘虚而入啊！你条扑街，你条契弟，掉出嚟啊！跟住执啊！你老尾呢个捻样正衰人嚟啊！哇！屌你波好捻贵喎，成4000只交街价。我唔知啊，我唔知啊，阿任生有冇买？其实呢个系日元嚟噶。一睇就知喺日本影啦咁。O K， 成包好正喎，觉得系啊 ，O K 啊，即系成班师兄弟，成班师兄弟护啊，护住，帮手挡，但系呢、這个捻样真系唔捻熟成。如果我系 group 主啊，你做乜拆咗砸咗佢个头像咧？如果我系 group 主啊，我踢鸠你出谷啊，我一定会踢捻鸠你出谷，是但揾条罪名呃落你度，然后踢鸠你出谷啊，你以后唔好捻翻嚟，同一个人嚟噶，即系。呢同呢个正扑街，唔好遮佢啊嘛！好啦，好啦，呢位小姐咧，呢位小姐跟住就再修改个 post 啊，加咗一句：我男朋友自首话盒嘢值2000，我愿原谅佢好。飞咗佢咯，应该留言系嘛？分手啦，分手啦，全部我原原谅佢好，我使捻你原谅啊，你老尾戆鸠啊，仲有啊，男朋友啫，系咯，咪分手咯，俾我就拧。老公都唔系、啊，你老尾成班留言嗌分手啦。我冇谂过咧，我冇谂过女朋友都，我开头谂住以为老婆嚟嘅，咩都冇写，即系我开头谂住老婆嚟嘅，咁但系原来系男朋友啫。使捻你原谅我，我唔使你原谅噶。讲真，即系佢系咪嗱？如果调翻转系嬲佢，我嬲佢收买我，唔嬲佢，唔系嬲佢卖几多钱啊？食屎啦你，收皮啦，唔好捻讲呢啲啦，废话嚟嘅。喂老实，喂你讲真，呢位师兄已经好捻惨噶啦，买完仲要收埋，又唔可以摆出嚟，收埋喺衣柜入边。
收埋喺个衣柜入边，已经好捻惨噶啦。你揾到几件嘢出嚟，你揾到我件嘢出嚟，跟住仲要上网摆出嚟，影相摆出嚟上网，跟住咧就周围同人问人几多钱，我已经好捻瘀噶啦。我话你听，我已经好捻瘀。你仲同我讲原唔原谅佢好啊？我系你条仔咧，我第一时间就会同你讲，我唔捻使你原谅我。分手咯，走啦你老尾，出去啊！打开道门走啊！屌你老尾，着翻对鞋走啊！我俾时间你着鞋，最捻多，最捻多，尽做都尽噶啦。即系做男朋友有嘅嘢，俾时间你着翻对鞋，真系尽噶啦，系啊。Victor， 唔系你嗰个系主人啊嘛？你嗰系主人啊嘛？呢、這个唔系、啊，呢、這个女友啫，屌佢老尾，系咯？原唔原谅我洗口洗鸠你原谅咩？好啦。嗱，呢个系关咩事呢？同一个人嚟嘅，佢喺第二度出 post。你讲嗰个女友，我追踪佢啊。女友系我追踪佢啊。Okay， 竹生逃咗竹生嚟香港一流大大条，好捻中意大大条咩你？八婆啊，去非洲啊，啲黑人都大大条噶，你老尾。你屌你逃啲竹生翻嚟俾我食，屌你老味，食屎啊死八婆！我、哦、所以佢咪觉得好贵咯，要收埋咯，阴公。佢仲要未结婚，就算结咗都唔关佢事啦。而家叫佢俾钱买咩老味？男友啫，使捻佢原谅。男友可能上网求助，女友逃竹生俾我食，原唔原谅佢好啊？个个都知佢做新嘅，我你哋都系睇到佢呢个留言先揿佢嘅，梗系啦。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我哋睇完嗰、那个吓，跟、啊、住就讨论噶啦嘛。我哋讨论完之后，跟住咧，即系呢班咧，成班都自己有嚟啦。咁咧，我哋自己就喺另一边就揾埋呢个女仔啲嘢，跟住然之后自己喺度笑，跟住话咪喺度倾咯，明唔明啊？即系呢班留言呢班系自己有嚟嘅。诶、欸，老尾你黐筋嘅，系啊，你通系啦，我真系可能真系上网求助，女友逃竹生俾我食，原唔原谅佢好啊？调翻转，屌你死八婆，你老尾啊！老实啊，如果喂讲真一样嘢，我自己讲真，即系我老婆啊，都未管捻到我买呢样买嗰样啦。你系女朋友，我想象唔到。同呢个女人结咗婚之后有咩后果？即系以后嘅日子点过呢？嗱，除非呢个女人呢个女朋友，佢真系可以养我下半世，我唔捻使做，我会考虑下受气嘅。即系最多咪到时吓，咪租个迷你仓咯，或者自己谂办法搵个地方租间房又好，租间乜嘢我嚟摆玩具咯，摆啲总之佢睇唔捻俾我玩嘅嘢咯。因为佢我要靠佢过下半世啊嘛，咁我受你气系好应份嘅，打工嘅嘢份量包咗嘅 ，OK 嘅。你不受控，即系有好多男人真系自愿受控啊。所以我咪觉得呢啲男人唔好咁捻样咯，即系有呢种下种出嚟嘅啫嘛。呢啲女咧都系啲，我老实讲，呢啲女人咧，呢啲女咧，其实都系我哋种出嚟嘅。我哋一勾硬勾咗佢出门口咧，佢咪下次咪唔敢对其他男人系咁咯。讲真噶。是啊、所以为什么我成交日硬皮肤人出门口呢以前就是这解的嘛就是这解嘛。如果我不是以前成交日硬他出门口今天我有撚排受啊。你明不明啊大家明不明为什么我成日对皮肤人这么差因为我不能可以让一步的做男人。你吞后半步你就没了。成撚日说什么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收钱就迟退一步即变归功啊。你哋听过未啊？嗱，即系我讲得夸张啲系嘛？我打电话去电台，系啊，系啊，佢老尾就惊我踢佢出去，佢即刻打个电话去搵阿芝芝 Gooby。唔系，我即刻打电话系第二日佢送戏飞，咁啱喺呢个 topic， 仲唔打电话去啊？新鲜滚热辣，咁又有戏飞啦，有四张戏飞。就一世噶啦 ，target 系啊，真系唔得噶，即系唔好咁样做啊，各位吓，千祈唔好啊吓 ，OK。